微辣前经理人兼家聪旧爱阿晶生前控诉前公司微辣文化，而家聪未婚妻二仔就发文澄清未做过第三者。不过有网民就抄出二仔曾经抄阿晶嘅 caption， 似乎系想凸显自己系胜利者。又有网民翻查微辣嘅旧片，发现阿晶曾经大赞当时仍然系男朋友嘅家聪系靓仔加澳门金城武。而在兒子獲得家聰求婚之後，就在社交平台上面出 post， 竟然打出一句以後你就是我的金城武了，令到不少的網民都對兒子這個舉動感到心寒。